风景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，走喽！今天的两条古道位于苗栗卓兰的利溪坪休闲农业区内，只要 Google 到这个位置，就可以清楚的看到明显的标示，朝着箭头往上，就有停车场可以停车喽。卓兰这边也是水果的故乡，盛产葡萄、雪梨、杨桃，还有碰柑，所以来苗栗卓兰的话，也可以安排采果的行程哦。我们今天的采茶古道，要从这个入口金叶山庄的入口处上去，然后是导览图，这是利溪坪休闲园区的导览图，有点斑驳了，可是仔细看其实还是看得出，是整个园区的环境，还有登山步道的。顺着箭头指示往上，就可以看到左手边的金叶山庄民宿。过了金叶山庄民宿以后的右手边，就是我们的停车的位置咯。停车场还算宽敞，停个十几台车不是问题。车子停好以后，左手边就是我们的挑茶古道，也被昵称为茶会社古道。这边的杂草真的长得非常非常的高，这一条就是我们的古道的入口，待会就带大家前进看看咯。我们现在在那个采茶步道的入口，然后现在准备上去，这个步道看起来是好像是没有什么整理过的感觉，然后整个草长得蛮长的，担心跟害怕蛇会不会出来，然后旁边都是民宿。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:48，所以太阳不会很大，那全长1公里多，所以我们预计可能不用3个小时就可以结束了。好，继续往上喽，走喽！草都长很长，看到。上去看看发生什么事。我们现在走到第一阶段的岔路，但是上面因为真的太杂草丛生，所以我们有点犹豫要不要继续往上走。可是可以确定的是，采茶步道是这个，挑茶步道是这个啦。啊，旁边还有一条大马路，那就走喽，走喽，继续往上。不要怕，我们会保护你。不要怕。不要怕，第一次让我会感到害怕。不要怕，这个挑茶步道啊，它闻名的就是它的石阶非常的有歌。我们继续往上走，这个
交叉步道啊，比较文明的就是它的石阶有300多阶，非常非常多，所以沿路可以看到都是这种有一点长青苔的石头。然后走这个步道的人真的不多，可以看到就是目前8点多，不到只有我们。那旁边大部分人都去走旁边的那个比较大的古道，它是比较明，可是它比较会有原始的那种山上的风景。你继续往上走，有点糟糕。我们现在走到一个段落，然后因为前面杂草真的是太可怕了，看一下，所以我们有打算在这边折返到另一个古道去，因为看到里面实在是有点太可怕，我们也怕遇到蛇。OK， 好，我们掉头。好了，我们要告别这个原始丛林的挑茶古道，我们要转往这个义勇古道，这边路比较大，看起来比较安全。看一下哦，义勇古道 ，Let's go！ 我们现在转往义勇古道的路上咯，朝这条路一直往前走，就可以往义勇古道的方向前进。那挑茶古道部分因为杂草丛生，没有办法继续走。义勇古道就在旁边，所以我们到义勇古道去看看它的风景是一样美丽呢。OK， 我们现在从金叶山庄这边上来，然后本来要走这个挑茶古道，但是因为它已经都是杂草，所以我们现在转到这个义勇古道的部分这边。然后我们现在的位置就是整个地图的部分。我们现在来那个挑茶古道上面的第二条古道，叫做义勇古道。然后这个是义勇古道前面的停车场，可以停在这边。然后它是从这一条路进去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义勇古道的状况是不是比挑茶古道来的好呢？立新坪这边真的有非常多的观光果园，喜欢采果的朋友可以带着全家大小一起来这边玩哦。这边的路况就比刚刚好一点，可是就是这样破的，破有点破破烂烂的，然后看起来是车子是开可以开进来。鞋子哎，我们现在这条义勇古道感觉是在参观古城，就旁边都是一些水果的果园番茄。超多高丽菜，多蝴蝶哦。我们这个古道是叫做果园古道吗？义勇古道，哇哦，好漂亮哦，蝴蝶好多哦。我们现在走义勇古道进来以后，里面都是果园，然后果园走到底之后，发现了一个惨状，就是这个义勇古道看起来是已经被整个果园覆盖了，已经没有路了。所以今天两条古道，挑茶古道跟义勇古道都是失败的，第一次走进古道没有成功，然后。我们其实一直想要去内湾的茶香古道，可是一直遇到下雨或者是天气太热。没关系，今天虽然失败了，但是下次我们会再去找其他的古道介绍给大家。那苗栗卓兰的这两个古道就长这个样子，所以如果你们想要来的话，可能要先考量一下，停车不是问题，可是整个古道的状态是，义勇古道其实看起来是没有路的，挑茶古道是没有整理的。所以可能也要等它有整理，不然其实我觉得挑茶古道是一个风景还不错的古道。对，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之后要搜寻哪一条古道，我们再一起前往咯。今天就介绍到这里，拜拜。今天的影片你们还喜欢吗？虽然挑战没有成功，也是可以当作一种参考哦。谢谢你们的观赏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按赞、分享或者是订阅我哦。